这是 last call， 绝不需要为了点酒，是我的班机要飞往美国的最后广播。他问我是坐在商务舱还是经济舱，什么都好，终于在香港只能够坐在候车上。这是无间道的戏，那我中了枪。如果说很卓绝，那我中了枪，我没有方向。他们说我还在装，我好慌张，没有人可以帮我忙。我被定在天堂和地狱，也没有人会关心。我分不清谁的关心谁真的关心。关心的是，只有我何时会出现。Indefinitely I say 这句话却被误解。我重新学做人，我重新学很多事，我重新开始学，重新适应。每一日每一次，我祈祷明天会不会更好。但我知道至少不会比今天更糟。陈冠希，你到底去了哪边？你这次飞得好远，我给你打电话也没有接。陈冠希，你到底去了哪边？ Where are you man? Where are you man? 陈冠希，你到底去了哪边？你这次飞得好远，我给你打电话也没有接。陈冠希，你到底去了哪边？ Where are you man?声音出现在我的脑海，他们生气的咒骂我有如拍向大海，来吃东西没有味道，我没有办法睡觉。如果我是废人的话，请把我废掉。在明天，我终于可以看到他，他是我唯一的希望，我不能没有他。我也好挂念着我的爸妈，我的家，想到这画面有好多想要讲的话。那些该死的新闻还有 media 充满着谣言，看喊话别再想起他，他说我是个罪犯，我是吗？我是吗？更夸张的还有人说我跑出纸下。 I pray the Lord， 请你给我个出口。 Please hold my soul， 我知道你会指引我，但如果你非得把一切都带走，请让我睡个好觉吧，在我起床之后。陈冠希，你到底去了哪边？你这次飞得好远，我给你打电话也没有接。陈冠希，你到底去了哪边？ Where are you man? Where are you man? 陈冠希，你到底去了哪边？你这次飞得好远。